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一款卫衣哦，然后最近你们都要我出一些卫衣，所以我就选了几款好看的买回来测评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我身上这件呢，卫衣也是蛮不错的，是个加绒款的，然后性价比也非常高，然后是加绒的，130多块钱买的，然后又在他们家回购了一款这个藏青色的一个款式啊，然后这个是花了130几吧，然后跟我身上这个价格差不多，它也是带加绒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里面有些线头啊，直接拿下来就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做工呢都是这种包边的啊。看一下里面那种掉不掉毛，这个掉毛还好，没有说那么掉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因为它是这种一个摇粒绒的一个款式的一个加绒的材质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它是一个连帽的一个卫衣啊，前面这种带字母印花的非常好看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袖子，袖子呢是比较常规的一个袖子啊，它是属于比较长一点的一个卫衣，然后刚好可以下面配一个打底裤来穿，或者修身的牛仔裤穿都是可以的。我看模特图穿上还可以，现在我们把它试上身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已经穿上身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字母，我觉得是个点缀啊，这个蛮好看的。这里还有两个抽绳啊，卫衣的一个小抽绳。里面呢，我是叠穿了一个白色的羽绒袜打底的啊，它是专门配卫衣的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下面呢露出一个白色的边呢，非常显得层次感一点啊。然后咱们袖子的话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，也可以这样把它抽出来一点，露出来一点，也可以直接放进去啊，都是可以的。这个版型的话呢，也是挺好人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吧。下面配一个修身的牛仔裤或者这种运动裤，这种打底裤都是可以的啊。看一下后面。整体来说，这一套穿搭的话也是蛮好看的，蛮有活力的啊。然后这个藏青色，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啊，款式非常的经典啊。搭配任何衣服都是可以的，你可以配一个马甲呀去搭配穿，或者这种单独穿也行啊。搭配一个包包，看一下效果。整体来说还是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啊，比较平价，性价比也比较高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了。如果喜欢小娇视频，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。